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 J，我今天要来吃枇杷。好，弟弟现在要来吃枇杷了，来，这个好，帮你洗啊，你会自己剥吗？我会自己。你先选，哎呀，你还是我帮你洗一颗好不好？你先吃一颗，先吃一颗。我想要挑一颗比较漂亮的。好，那你自己挑，挑一颗比较漂亮的。这颗呢？先吃一颗啦，你喜欢我再帮你洗全部，不然的话我怕你到时候吃一颗就不想吃。到时候洗一洗，哇！这颗。好，我帮你挑。帮我挑。我帮你洗，我说说我帮你洗。帮我挑比较漂亮的。不是，你不是要这颗吗？对。确定哦。好，就这颗。超确定的，你要帮我剥。好了，我帮。我找到十块了。好，那个十块是你的，那个十块是你的，你可以拿去。好了，要剥了哦，剥了，不过我没办法拍影片。好了，给你，我剥好了，你看有没有很快？真的好好吃哦，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，什么样的口感，你觉得像什么水果？有点像胡萝卜。嗯，我是它的形状。好，形状。味道呢？味道吃起来像什么？嗯，比较甜的葡萄。比较甜的葡萄哦。它的口感也比较像是甜的葡萄。那你喜欢哈？嗯。太棒了，那以后爸爸如果有看到再帮你买吧。慢慢吃到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它籽好大颗哦，你可以留下来种哦，以后就可以种出很多枇杷自己吃了，留下来。